马上要开始妈妈你在哪儿这个互动小游戏了。大家看，现在呢我们台上的六位妈妈都已经变身了，她们变成了美丽的毛毛虫，她们长得一模一样。那究竟哪个妈妈是宝宝的妈妈呢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毛毛虫妈妈们来跳一段舞蹈，在舞蹈的过程中呢请宝宝仔细辨认，如果你认出了谁是你的妈妈，你就过去拉她的手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哎，来，我们音乐准备，请欣赏毛毛虫妈妈舞。好，跳起来了，毛毛虫妈妈跳起来了。好，我们宝宝要仔细看啊，看看哪个毛毛虫像自己的妈妈，要从它的舞姿、身体的动作来进行判断。爸爸不要提示哦。宝宝仔细看啊，如果你认出来了，现在就可以下来拉妈妈的手。但是毛毛虫妈妈要注意，不管谁拉您的手，您不要停止舞蹈动作，不要停止啊，妈妈不要做任何表示啊。温柔的妈妈，我要找你啦。好，时间不多了，宝宝赶紧认个妈妈。有一个小朋友在犹豫啊，还有一个小朋友也有点拿不准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如果找对的，那么宝宝要抱住妈妈亲一下啊。来，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毛虫妈妈，对不对呀？找对了吗？大大的拥抱，好棒！来，爸爸拿一个苹果奖励一下。这个妈妈找对了吗？找对了吗？啊，宝宝好兴奋！好，来，爸爸拿一个苹果奖励一下。这是你的妈妈是吗？你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你的妈妈呢？啊，太幸福了！哎呀，给一个甜甜的吻。那我们看这两个小朋友特别确定哈。那请两个妈妈把头套摘下来，我们看看找对了吗？找对了吗？小插曲啊，你的妈妈在那儿呢。那宝贝菲菲，你的妈妈在哪里呀？来，我们请最后一个毛毛虫妈妈把头套摘下来。你的宝宝在哪儿啊？啊，这也不是你妈妈吗？这难道也不是？妈妈呢？对，妈妈都不认识。妈妈好伤心，你都不认识妈妈了，变了毛毛虫，把宝宝给变晕了，站在妈妈身边都不认识，赶紧安抚一下，亲一下宝贝。哎，啊，好，真棒。啊，找到妈妈的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